县政府在今年也举办跨年晚会，而且特地准备了免费的蹦逼汤。才刚出炉的花样时代二，这一回不是要促销彰化花卉，而是要来邀请大家迎接2013年，记得来彰化跨年。正式启动。建线290群星耀北斗，我们欢迎全国的朋友来彰化跨年，吃上棒的蹦米汤。建线290周年的大日子，当然要从元旦就开始庆祝。县政府不止让大家有的看，还有的玩，甚至还有这个比手机还要厚实的蹦米汤，免费让民众来品尝。同时呢，我们北斗呢有很好吃的肉丸啊、高丽菜崩啊、肉干、花生酥糖啊、口酥饼啊，保证喝康喝盛喝家拢伫咱彰化北斗跨年。不止玩跨年，迎接2013年，一大早在彰化八卦山还有健行活动可以参加。4天连假，民众可要好好规划，别让假期悄悄溜走。总天新闻，洪淑美、王志仁台报道。